大家好，我是看丽君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呢，我们分享一首边塞诗《逢入京史》。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唐边塞诗人岑参，他生活在约715到770年间，是湖北江陵人。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，祖上曾有几代人相继在朝中拜相，但到了他父亲时呢，已经衰落了。他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跟随兄长读书。他天资聪慧，9岁就能赋诗写文，成年之后2次出塞。在鞍马风尘的战斗生活里，他的诗境空前开阔，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了他边塞诗词的主要风格。在盛唐时代，他写的边塞诗的数量最多，成就也最突出。当然，大家最喜欢的是他在《白雪歌·送武判官归京》中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堪称唐诗长卷中的伟大奇观。从题目上看，逢入京史就是遇到了回京的使者天宝8年，岑参赴安西上任，这是他第一次出塞。前半生呢，功名不如意，无奈之下呢，他告别了在长安的妻子，踏上了漫漫征途，西出阳关，奔赴安西。就在通往西域的大路上，忽然迎面碰见了一个老相识，两人呢惊喜万分，立马而谈，知道对方要回京述职，就请他呀捎封家信回长安报个平安。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向东遥望长安家园呢路途遥远，离开故园多少天已经数不清了。回望身后的漫漫长路，思念之情不免袭上心头，乡愁难收。双袖龙钟泪不干，思乡之泪怎么也擦不干，以至于把两只袖子都擦湿了。龙钟呢，在这里是沾湿的意思。我们常说老态龙钟，是说行动不灵便，这个呢是有区别的。这一句呢，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，表现了思念亲人之情，为下文捎书回家报平安做了一个很高的铺垫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在马上匆匆相逢，没有纸和笔，明白如画，很好理解。想给家里的人呢捎封信儿报平安，又苦于呢没有纸笔的情景十分传神。逢字点出了题目，在黄沙漫漫的长途羁旅中，遇到了入京的故人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，怎奈彼此都鞍马恐走，一个继续西行，
一个东归长安，交臂而过。平君传语报平安，就请您给我的家人传个口信儿报平安吧。最后一句的言辞很简单，但简进之中呢，寄予着诗人的一片深情，颇有韵味。岑参出塞呢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，他一方面呢对这个帝京故园呢有着眷恋的柔情，一方面呢又对建功立业呢充满了豪迈的渴望。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，这就是好男儿岑参的男儿本色。岑参第一次出塞去的是安西，在唐诗中我们经常见到安西这个地方。你知道唐代从长安去安西需要多长时间吗？安西是唐朝在新疆设立的一个管辖机构，古代叫修辞，也就是现在的库车县，处在新疆阿克苏地区，距离西安呢是3000多公里。现在如果你想来新疆旅游，从西安开车只需3天的时间就能到达阿克苏。在唐代呀，最快的交通方式就是骑马了。比如呢，你有一匹好马，你也不怕累，可以日行百里，马不停蹄地走，那么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如果白天赶路，晚上下榻休息的话，那就得走4个月了。当然，也可以像800里加急一样，换马不换人，每20公里呢一站就换马，马歇人不歇，则可日行千里，那么也需要1周左右。当时啊，走在这条路上最多的是商人的驼队。黄沙漫漫，驼铃阵阵，东西连结，南北交错的丝绸之路，使中原文化与印度、波斯文化、希腊、罗马文明呢频繁接触，不断交流，无数民族融合、宗教变更，推动着世界文明的发展。故园东望，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平君传语报平安。